这是大陆解放军从习近平上台以来阅兵必喊的口号。而这是大陆微博上拥有 13.6 万名粉丝的脱口秀演员李浩石日前演出的片段。上个星期六夜晚在北京表演的时候，说自己收养的流浪狗作风优良，能打胜仗。演员没想到的是，台上脱口而出的笑点，台下有人觉得不好笑，直接上网爆料。几天内演变成官方介入调查。他所属的公司效果文化，本来是全大陆最大的脱口秀业者，最先遭殃。由于效果脱口秀出现严重侮辱人民军队情节，依照相关法规，对涉事公司作出没收违法所得约132万元、罚款超过1335万元的行政处罚。不仅罚款金额约合6000万台币，北京跟上海也都禁止这家公司所有的演出。但最惨的还是演员李浩石本人。北京警方昨晚通报，针对某文化公司演员李某某出现严重侮辱人民军队的情节，造成恶劣社会影响的情况，公安机关已经依法立案调查。由于演出内容贴近城市青年的生活跟工作体验，脱口秀成为近年来最受大陆年轻人欢迎的表演项目。光是一档脱口秀大会，去年第四季的播放量就达到26亿。根据 CNN 报道，每一场剧本都要经过严格审查，却没有人料到一句脱稿演出就得付出这么大的代价。台北新闻廖广斌、庄志伟综合报道。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，记得下载 TVBS 新闻网 APP。